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嘟嘟。韩国大厂 Gravity 前阵子才在台湾举办了首次的 RO 专属 RTC 大赛，没想到现在宣布了正式进军电竞圈啦，还特地举办了记者会哦。赶快一起来看看现场还有哪些新消息曝光吧。Gravity 今年八月在台湾首次举办 RTC 大赛后，再一次展现踏足电竞圈的企图。本日举办的记者会中，宣布引进 The Petal 开发的两款人气 FPS 游戏 Points Blank 以秒战区以及 Petal Carnival 狂欢派对，节奏明快且自由性高的 Points Blank 以秒战区在全球已吸引超过1亿名玩家，也在本日同时上线，并预计在2018年1月开始于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展开全省巡回实体赛，是 Gravity 下一个重要的电竞圈战略目标。Battle Carnival 狂欢派对则是强调角色特质，调性较为活泼。本作预计2018年 Q2 上市，但在实况组鸟屎和雨熙的现场试玩中，现场观众得以一窥风采。本次记者会除了 Gravity 与 The Battle 长官亲临现场外，还邀请能人加商、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等校的学生到场，强调产学结盟，显示看好台湾的电竞市场潜力。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校队代表扬名海外哦。